Hello，大家好，能看到屏幕吗？能听得到声音吗？OK 的话，在那个评论区打一下字。是不是好的，好的，谢谢大家。那我们8点钟到了，就直接开始了。还是一样跟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今天所有的 PPT 内容都不涉及您的个人的财务状况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然后在开始之前，还是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疫情的这个事情嘛。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境外病例啊，我是从那个雅虎上面截的一张图，它的 top one 还是美国啊，然后下面的几个第二、第三、第四都已经改人了，变成了俄罗斯、西班牙和巴西。这也是想必很多人都是没有想到的吧，就是其实疫情扩散的还是很快，就是在这些刚刚开始的国家里面，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是英国、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他们的新增人数呢已经明显的就是下降了，所以欧洲现在可能相较于之前呢是更加安全的一点。但是英国的新增人数好像还是比别的国家要多一些，也是因为它爆发的比别的国家要晚嘛。那美国的话呢，我就觉得特别奇怪，对吧？因为我上次我记得我做网课的时候，我截了一张图，我回去看了一下，发现我前两次做网课的时候，它的新增都是2万多。那其实过去了也有1个多月了嘛，到现在新增还是2万多。可是就像我上节网课说的，它已经开始开放边境了，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大胆的行为吧。然后右边我也截了一张它每日的新增的。case 嘛，就是每日新增的确诊人数也是，也是美国的，可以看到它这右边这个 curve 吧，在缓缓的下降，真的是缓缓的下降，就很慢的速度在下降，当然它也是有在下降了，对吧？然后昨天晚上又特朗普又说了一个新闻，把大家的 Twitter 给炸了，对不对？他说他现在呢正在吃抗疟疾的药物，为了抵抗这个 coronavirus 的，为了抵抗这个新冠病毒，他在吃一个抗疟疾的药物啊。而且呢，不管这个 FDA 怎么说，他都坚持自己做的没错啊，这个就很神奇啊。然后 FDA 呢，也就是美国的食品药物监管局已经跟大家说了啊，不要轻易去服用这个抗疟疾的药物，特别是特朗普在那个 Twitter 上频频推荐的这个组合，对吧？什么抗疟疾药物啊，加上一个什么阿奇霉素的组合，它就会改变医学史上的游戏规则。我个人对这个事感觉有一点震惊，然后觉得有一点无语，觉得这样一个没有医学背景的人，为什么能够这样大胆的大放厥词，对吧？不过我们不去管他了，就是 FDA 呢也是再三强调跟大家说，千万不要听他瞎说，因为这样子吃的话呢，不仅不能够有效的防御这个病毒，而且呢容易患有严重的心律问题，也就是可能会心跳加速啊，或者是心律不齐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副作用。所以这个药如果没有病的话，大家就不要去吃，也不要去抢购它，也不要说要去 GP 那儿去开这个药啊，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反而会增加一些别的安全风险。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澳洲现在的疫情的情况。那澳洲这两天呢，有了一个反复。有了一个新的有9个 case 嘛，在这里也有一个。我发现澳洲做的比较好的呢，就是不管哪一个网站，government 的就是政府的，还是一些媒体，他们都会做这种很具有形象的，就是图像的一个很容易让大家去理解的这样一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澳洲的这个 curve 还是比较平的。然后看一下维州好像就有点不对了，因为维州今天是新增了8例嘞。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个本来已经平下去的一个曲线又开始往上新增了一点，所以大家最近如果是在维州的话呢，还是要多加注意。虽然已经第一阶段已经
release 的，但是还是要勤洗手、戴口罩等等的。然后左边这张图呢，也显示了大部分的，就是疾病的爆发区是在墨尔本的市中心，然后市中心差不多10到20公里的位置是比较多的，然后超过这个区域之外，好像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了。那相信大家最近如果有做交易的话呢，肯定看到昨天，对吧？晚上美国的指数啊，道琼斯指数，还有像是标普500啊，都有一个很大的上涨，对吧？那道琼斯指数呢，这个我截的这张图就是道琼斯指数的一个日线图。那道琼斯指数昨天是上涨了3.85%，那标普500指数呢，昨天是上涨了3.15%。那纳斯达克呢，昨天也上涨了2.44%，这相较于最近的几天的波动来说，超过2%就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指数的上涨了。那相信大家也都比较好奇，为什么昨天美股的涨幅这么大呢？对不对？那我们就稍微总结了一下。那首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莫纳德公司呢，在昨天美股开盘之前，宣布了自己第一期的新冠病毒肺炎那个疫苗啊，临床实验结果是安全有效的，并且呢，45个接种者中已经有8名产生了病毒抗体。那如果说未来扩大的临床二期和临床三期的实验顺利的话呢，疫苗最快呢将会在明年1月份的时候量产，这也就给美国的一个市场呢，或者说所有投资人注入了一个强心剂，对吧？那最晚呢，就是明年，最快啊，明年的时候就会有疫苗出来了，那我们大家呢就可以出来自由的活动，经济也就会恢复正常了，这是给市场注入的一个信心。那第二个呢，就是在周末的时候，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了那个讲话，重申了美联储将会用一切的工具去来应对这次疫情造成的衰退。那将利率维持在零，那美联储呢也会将利率继续维持在零，直到经济重新回到正轨。也就是说，在他们认为经济恢复到正常之前呢，利率都一直是零，或者是甚至是之前周末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负利率，对吧？当然，美联储也否定了这个，现在的是说不太可能是进入负利率了。那美联储呢，在讲话中还声称，他们自己呢并没有用光全部的子弹，还会有更多的信贷工具和援助计划可以帮助企业和市场渡过难关。但是其实呢，这个讲话就是没有提到任何的实质性举措，或者说其实举措大家都已经放出来了，对吧？所以其实就是总结下来就是一个意思，就是通过跟大家说话，让大家呢对市场继续保有信心。那如果呢市场再次出现崩盘的情况，美联储依然会出面兜底，所以大家放心的去买股票吧，不要怕，也不要慌乱的恐慌的抛售股票啊，一起把这个市场呢把它给拉上去，对吧？应该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三个原因呢，也是石油的上涨嘛。那昨天原油的上涨呢，也拉动了石油股和航空股。那波音呢，也是上涨了12.87%，像是达美航空也是上涨了13.85%，这对美股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涨幅了。那除了像这两个航空公司，那像是石油公司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呢，它的股票呢也上涨了7.95%。那西方石油公司 OXY 也上涨了9.04%。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澳洲的股票里面呢，跟石油相关，以及跟航空相关的股票也有一个强力的反弹，像是澳航 Qantas 啊、Fly Center、Webjet 啊。那石油的话呢，像是 Woodside，还有 Santos，包括 Oil Search，还有一些别的 Origin 啊等等的这些公司都有一个比较可观的涨幅。那之后呢，我也会跟大家稍微谈一谈，就是澳洲的这几家石油公司。那我也相信，在经历过昨天这样一个拉涨之后呢，大家都很好奇，对吧？在经历过史上最短的熊市之后，那现在的市场呢，到底是如特朗普和美联储所说的呢，已经完全恢复呢，还是会有二次探底呢？因为我在之前的网课中也一直跟大家提到有这个说法，对吧？因为有一半一半的分析师会觉得，现在的市场还有可能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那
我们也看一下就是数据怎么说。其实在2个月前呢，也就是3月23日股市触底后的1个月，当时去做的一个问卷调查显示，是有95%的华尔街的分析师表示股市可能会有二次探底的可能。可是啊，过了1个月之后，现在还保有同样看法的人不足50%。所以分析师其实他们也是很善变的，对不对？他们不会坚持，就是也是会变通的嘛，也不会就是一死磕到底，对吧？那不知道我们的投资人现在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如果大家改变的话，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大家打在那个评论区，然后打上自己的理由，说一下，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嘛，大家为什么会觉得啊，现在股市已经恢复了，有什么理由？或者说是，如果说您还是觉得它可能会二次探底的话呢，你也可以把理由写在评论区里面，我们一起做个分享，我们最后会回过头来看一下。那说完了刚才道琼斯指数的一个昨日的上涨，我们来看一下它之后短期可能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走势。因为我们虽然不能够预测未来是不是会有二次的探底，但是短期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指标来给自己做一些指引，对吧？那这个呢，也是道琼斯指数的1小时的走势图啊，因为它是1小时的，所以说它的那个怎么说呢？它的那个时间的线啊就比较短。我们可以看到 MACD 呢，现在是出现了一个死叉，而且呢，它的一个卖方的力量呢是比买方要强的，而且可以看到最下面的那个 RSI 的指标，也就是买卖强弱指标，它现在呢也有超过80，也就是市场有可能呢对这个股市现在是一个超买的情况，大家买的太多了，那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小的回调啊，把这个指数呢就拖回50或者是30这样子的一个程度。那我之前呢也一直在跟客户说，就是如果大家在做交易的时候啊，不会看图或者说是不想去学技术指标的话呢，那做交易有时候就会比较吃亏，因为单凭基本面分析，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很难去做到面面俱到的，而且存在很大的运气成分。所以大家如果有条件呢，我建议大家可以花一些时间听一听我们请的那个专业的外汇教育分析师 Grant 的那个 VIP 课程。一般呢，其实，在悉尼上他的课的话，都是要万元起步的。但是我们呢，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交易支持，也花了大价钱，请他来给我们的客户从基础开始做一些技术指标上的讲解。那欢迎大家呢去跟我们的小助手或者是客户经理要这个链接大家都整理了一份，他从一开始到现在差不多6节课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也是一些回放，大家可以去听。我觉得 Grant 他讲的，他还是很有经验的，有十几年的外汇的教育经验。那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打在我们的那个评论区，或者说可以回复我们的客服小助手，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跟我们可以帮您转达你大概在课程中遇到有什么问题，然后在下一节课 Grant 会为大家做解答的。然后呢，除了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美国指数，还有澳洲的 ASX 200指数，那如果说大家是想要追求分散风险，或者想要看看被低估的市场的话呢，可以把目光放在像是英国啊或者法国等等的这些欧洲指数上面，因为相比于美股，昨天呢，欧洲的各国的指数其实表现得更好。对吧？那德国的指数呢？昨天是上涨了5.67%，那法国的指数呢，更是上涨了5.16%，欧洲50的指数呢是上涨了5.05%，那英国的富时指数呢也是上涨了4.3%。这个呢，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欧洲各国的指数本来就是表现就本来就没有美国好嘛，因为我中间是拿那个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做了一个例子，对吧？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别的几个国家它的涨幅或者说回调的幅度都没有那个美国的指数要强一点。那并且呢，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呢，已经开始向申根国家呢自己呢也开始解除那个边境封锁了。那投资者的信心也在恢复，
那交易也在恢复，那被低估的可能变得更加便宜的欧洲市场呢，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呢进入这个市场，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它现在是还没有像美国这样，或者说是像别的国家那样已经完全 pick up 起来了嘛。嗯，那我们从反弹力度来看的话，在欧洲的这几个国家当中，肯定是德国的指数是反弹的最强劲的。那接下来呢是英国，随后就是欧洲的50指数，垫底的是法国和西班牙。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从疫情的管控上来看，欧洲各国的表现呢都是要比美国好很多了。现在，那只有英国的疫情呢，最近的确诊人数还是比较高，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右边的这个新增的曲线来看，也是有一个下降的趋势的，不像美国好像啊，美国其实也有下降的趋势了，对。但是呢，我们可以想一下，那西班牙和法国和英国这几个现在表现比较落后的指数，未来是不是可以以更快的速度上涨的反弹的力度去跟上德指和美国的指数呢？当然，这个还是要投资者去做更多的研究再去做决定了。我只是跟大家提供一个视角，说现在呢，其实欧洲的几个国家它还是 undervalued 的啊，还是被低估的。如果说它未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疫情的控制，包括它的未来的复工都比较顺利的话呢，未来可能呢 pick up 的这个速度会比美国要快一点。如果大家觉得美国现在的因为现在它的估值其实也已经偏高了，那欧洲的话呢，作为一个估值比较低的一个区域，大家可以去考虑。那我们之后呢，像是看到一些有关欧盟啊，或者是德国、法国、英国的市场提示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想到，除了呢，我们有像是欧美啊、欧镑啊、镑美这样子的货币对之外，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在指数上呢，也许也存在着机会，因为其实不同于美国的那个美盘嘛，因为欧盘呢，其实是在澳洲下午的5点呢就开始开盘了，不需要大家再去做美国的股票或者说是美股的时候去熬夜，对吧？那可以根据他们那个时候下午公布的一些数据和新闻，我们也可以在股指或者说是货币上去做一下短线，也是有可能的。那上一节网课的时候也跟大家会说到黄金嘛，那当时提到的就是黄金当时买盘的力量不是很强势，对吧？那也建议大家呢，比较求稳的话呢，可以去挂突破做多或者是突破做空的单子，并且呢，当时也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就是根据美元 US Dollar Index 的走势，它未来呢可能会有一个黄金可能会有一个短线上涨的机会，因为黄金和美元同样是避险的产品，像是替代品一样，一个涨呢，一个可能就会跌，所以价格会互相产生一个背离啊，反向的情况。那当时这是我画的一个 US Dollar 未来的预期的走势图啊，然后这个我截了一下是今天的图，其实跟我们预测的也差不了多少。那黄金呢，也的确是在周一的时候，在美元下降了之后呢，它是有了一个拉升的。但是呢，它一下子虽然说是拉到了1765美金，但是没有站住啊，反而收了一根长长的上影线，而且呢，可以看得到它其实是收跌的，对吧？因为那根柱子是红色的，那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了。本来预期呢，它可能一下子呢就可以冲到1800，这是我们一般根据历史情况的话呢，黄金一下子的上涨呢可能会上涨的比较快，然后呢是比较持续的一个状态。可是这一次呢是收跌的，而且今天的走势呢也没有像之前这样这么强劲啊。那我觉得呢，可能也是跟最近美股的上涨有关嘛。毕竟其实黄金呀，还是美元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避险产品的，对吧？如果说风险资产被拉高的时候呢，那肯定对这些避险的资产会有一些上涨的压力。那如果美股呢，在之后的2天也会持续像昨天晚上这样子继续拔高上涨的话，那金价呢，也有可能继续承压。那目前我们可以从 MACD 上面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两根线呢，现在还是纠缠不清的，对吧？也看不清楚它现在是金叉还是死叉啊，所以说呢，也很难判断它之后的走势。如果说大家现在有一些短线的想要去交易黄金的话呢，一定要非常注意啊，带好止损，因为很难说它未来是一波大涨啊，短期啊可能是大涨或者是大跌的话，也有可能存在的。
所以说，我认为之后的这一个礼拜，可能黄金还是依然以震荡为主要的一个走势啊，除非有一个特大的消息啊，又打仗了，或者是贸易战啊，或者又是经济制裁啊等等的，可能会拉高黄金的价格，或者说是产生负利率这样子的情况，会一下子呢拉高黄金的价格，直接就往1800去了。那上一节网课也跟大家稍微说了一下 FMG 这个公司，对吧？然后有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他 CEO 对他们公司的整体的看法，还有对中国铁矿石的需求的一些看法。那上周三呢，刚刚说完，就是他，看他突破13块嘛，没想到今天不到一个礼拜，他就已经到了13.87块了。今天收盘啊，今日是上涨了44.44%。那日内最高价呢，甚至是达到了13.95块，离突破14块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对吧？我知道呢，最近大家可能听看了很多消息，就是中澳的关系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可是铁矿石呢，就像上周我跟大家说的，就是个刚需了，并且呢，目前是处于一个低库存高需求的状态。那我们也可以从铁矿石最近的价格可以看得出来啊，铁矿石的价格呢，其实最近是不降反升的。那这对 FMG 啊和 BHP 啊，包括像是 Rio Tinto 这三家专门出口铁矿石的这三家公司来说呢，其实是个好消息，对吧？因为澳元呢，也有点 pick up 了嘛，澳元现在也是0.65左右。那如果说铁矿石的价格继续上涨，那对他们未来的公司的就是账面上来看会好看很多，并且呢，它也能够给股东回馈更多的股息。啊，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了。那铁矿石呢，也作为澳洲最富有特色的一个出口产品呢，也是值得各位投资者呢去配置一些的。而且不管是新兴的 FMG 呢，还是 BHP 和 Rio Tinto 这两家公司呢，都是比较稳定的大型企业，而且他们都有很稳定的股息率。我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一张图呢是 BHP 的图，因为我也不能只说啊，这种铁矿石的公司里面只有 FMG 涨了，对吧？其实不是，就是 BHP 呢，其实今天是上涨的是最多的啊，它今天是涨了5.89%，它的年股息率呢是6.44%，那 FMG 的年股息率呢是7.97%，接近于8%，那 Rio Tinto 的年股息率呢是6.66%。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呢是 FMG 从现在来看呢是它的股息率是最高的啊，然后这是一张 Rio Tinto 的一个最近的走势图，那 Rio Tinto 呢今天也是上涨了4.67%，其实这三家公司呢都是很好的公司，很优质的铁矿石公司，如果大家想要去配置的话呢，其实这三家里面任意一家都是很不错的。哦，那在其实上一节网课和上上节网课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一下 Vicinity 这家公司，也就是澳洲的第二大商业地产嘛，对吧？我们也已经追踪了3个礼拜了。那今天看一下它的走势，也是受益于美股的昨日的上涨嘛，它今天也是跳空高开，今天是上涨了6.92%啊，终于突破了我们之前给它画的1.48的阻力了。那下一步呢，我们就期待它是不是在下个月能够回到1.90的这个位置。那可能有点喘啊，但是它就是上涨的幅度比较慢吧。我今天特意看了一下 Vicinity 的股息率，它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很稳定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它的年股息率呢有10.83%。那求稳的投资者也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啊要对这家公司进行长期的投资？因为我们上上节网课的时候跟大家具体分析过它的一些好处，然后也有它的一些风险因素，对吧？主要的两个风险因素呢，就是短期的流动性问题，还有呢就是未来商业地产可能预见的一个租金下降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如果说真的是经济衰退啊，或者说是经济不太好的话呢，那它作为一个商业地产啊，零售商业地产的话，那它的租金可能就不会像大家想的一样，跟着房产价格一样水涨船高，对吧？
那大家如果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到之前4月29号的那个网课里面去听一下。那天呢也跟大家介绍了一家 TCL 对吧，Transurban。然后这家公司呢，我还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它是一家做那个收费公路的一家公司。然后当时呢，我从它的那个 announcement 里面截了一张图，就是说它最近啊，因为澳洲这个封城，它真的是苦不堪言，对不对？就是路上的车少了，然后它能收的钱也少了。不仅如此呢，它自己的那个信用评级也被很多家信用公司调低了。但现在看来呢，其实这些影响也都只是暂时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股价还是一路的上涨了，包括在澳洲解封之后呢，相信它的现金流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恢复，而且呢，它的年股息率呢，其实也是有4.47%的，这其实就是澳洲股票的一个好处吧，就算有些时候呢，它的价格可能不怎么动，但是呢，它的股息率却非常的高。可能都是高出大家想象的，比美股和中国的一些公司的话要高很多，但是现在呢，TCL 又走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下面 MACD 呢好像有一个死叉要出现了，而且买盘的力量也不是很大，而且价格呢也正好呢就顶在了维加斯隧道的一个位置啊，那之后呢？如果说它能够冲破这个位置，站上14块呢，那个时候如果大家想要进场的话，也算是比较稳的位置了。那现在呢？如果大家没有进场的话呢，也就是先观望一下吧，也就因为很难猜。那上一节网课在说 TCL 的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 LLC 对吧？也就是 Land Lease Group。那 Land Lease 呢，它的年股息率是5.4%，那今天呢也比较给力，是上涨了接近于5%，到了11.67块。它的目标价格，希望它能够回到14.7块吧，因为上一节网课呢没有跟大家具体的说 Land Lease 呢它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 project 吧，那我们可以现在来看一下。就是它其实的业务比较分布，在澳大利亚、中国啊，像是 UK 啊和 USA 啊，都有很多的一个地产开发的项目，而且呢是很多类的，不光是公寓，它还有一些养老院啊、零售和商业的地产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经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我刚才找了一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上他的网站看一下，这个就是他们的官网，大家可以进去搜索，就有个 project，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呢就先选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因为澳洲我们都熟嘛，对吧？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阿德莱德的一个 convention center 就是他建的，然后都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地产吧。包括像是澳大利亚的这个 NBN 呢，也是他作为一个主要的建设人，怪不得我就是前一段时间对吧，在 City 到处都看到这个 Land Lease 的他们的那个车子在 City 跑来跑去，我猜应该就是因为建造这个，因为要搭载这个 NBN 嘛，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网络啊，不是很快，也没有很好，对吧？但是花了很多钱的这个项目，对吧？就是 NBN。除了 NBN 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有很多大的项目，像是澳大利亚，我经常去听演唱会的那个 arena，对吧？在那个我记得是在 Richmond 附近的啊，这个演唱会的场所也是他们建造的。我还看到他在就是美国啊，跟建了一些像是 Commonwealth 的一个总部啊，建在美国的也是他们去造的。那除了澳洲，我们也来看一下中国。中国大家肯定都有一些共鸣吧，像是2017年他在中国建的一个 ABB 的一个厦门的工业园，就是他们建的，跟中国还是有比较多的合作。像 GE 的话呢，是通用的一个航空部，也是 LLC 建的。啊，大家如果在中国去上海有去川沙的话，应该能够看得到这个园区。
还有一个呢，是一个养老院啊，也是建在上海的，是朱家角地区，估计呢是在2021年的时候竣工。别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建筑呢，我们就不看了啊，就想跟大家说，就是其实 Land Lease 这家公司呢，它是比较有经验的，而且它经手的项目呢都很大，而且在国际上呢也是受到认可的。如果说大家去投这样子的一家公司呢，也就是相当于把自己的资产呢都分散在世界各地了。那最近另外一个比较火的一个产品呢，就是 GNC 对吧？一家做农业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说呢。Green Corp 呢，其实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食用面粉供应商，也是最大的食用，也是拥有最大的综合食用油的业务啊。它的业务呢，也包括像是谷物营销啊，还有动物饲料啊等等的。它最近涨势很凶猛，对吧？7天上涨了32%，也是我们的同事 Jackie 呢，在上个礼拜一极力推荐的。可是今天又出了一个新闻，说中国呢会向澳大利亚的大麦征收80.5%的关税。我觉得这对 GNC 来说呢，肯定是一个不利的影响啊，因为澳洲要求要对中国进行那个病原的追踪调查，那中国呢也就是做出了反击，对吧？要对澳洲的大麦呢去征收这个反倾销的关税。那其实呢，目前的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大的大麦进口国啊，每年澳大利亚的出口额呢，大约在15亿到20亿澳元之间，那其实是占澳大利亚大麦的出口量的超过50%以上的。那现在在这个疫情的影响下呢，其实澳大利亚能够选择的替代的市场并不多，因为能像中国这样子一个大的市场，肯定是没有单一的市场能够代替的。所以说呢，澳洲的农民虽然可以说可以选择卖给像是沙特阿拉伯啊等等的这样子的国家，但是价格呢会相较于之前卖给中国的时候呢会低很多，而且呢作为全球最大的大麦进口国的中国也会将采购呢转移到其他的生产国，像是法国啊、加拿大啊、阿根廷或者说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一些欧洲出口国那里去进口大麦。所以说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呢，可能就比较大了，对吧？那 GNC 这家公司呢，最近它的股价虽然是上涨得很猛，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消息之下，不知道它未来的股价还能不能保持继续的上涨，这也是大家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最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澳洲的几家石油股啊，就是跟大家提到的，像是 Oil Search 啊，今天上涨了也是有7.33%，Origin 呢也是上涨了3.1%，像我们家的一些电啊和天然气啊都是通过 Origin 去购买的，然后 Santos 呢也是有了4.72%的涨幅，那 Woodside 呢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就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一家石油的公司了。啊，那它今日呢也是上涨了4.15%。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们的走势。其实呢，Oil Research 它之前的曲线是比较平的，也就是说它之前并没有涨多少，那也只是在今天呢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那相对于其他的几家公司来说呢，别的几家公司它们的走势都比较相近一些，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异。那我从 Yahoo Finance 上也截了一下这四家公司的一个财务情况嘛，当然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介绍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呢 WPL 它的一个市场的占有，就是它的规模是最大的，有21个 billion，对吧？那其中呢，很明显 OSH 呢它是最小的，它只有5个 billion。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Beta，那 Beta 呢也是Woodside 呢，WPL 是偏低的。这个 beta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如果说 beta 是1:1的话呢，也就是说，如果 ASX 200涨1%，那我这个公司呢，也就相应的涨1%。那相反过来，如果呢这个 beta 呢变成了1.75的话呢，
如果说市场 ASX 200指数涨了 1%， 那我呢就会涨 1.75%。 那相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如果 ASX 200跌了 10%， 那我也会跌 17.5%、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更加多的解释还大家还是要上专门的一些专业用语的官网上去查看一下。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指标，也就是 PE ratio， 一个市盈率，对吧？那市盈率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 Origin 是最低的，只有 9.84。 那 Woodside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高，它有 61.55 了。那别的像是 STO 啊和 Oil Research 呢，它的那个市盈率呢就差不多是接近相等 15.89。 但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每个网站它PE ratio 的计算方式不一样，因为我刚才看别的网站好像他们的市盈率呢都是在10左右，然后 Woodside 呢可能是在44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 earnings per share 我们也来看一下， earnings per share 的话呢倒是 Origin 是最高的，它是 0.57， 差不多呢有 Oil Search 的那个两倍了，对吧？两倍还多。它也就是说呢，我一年的这个股票啊能够给我们的股东回馈多少多少金额啊，那它的呢就是 0.57。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一个 dividend，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是 WPL 它的一个股息率是最高的，是 6.29%。 那相对下来呢 Santos 的它的股息率呢就比较低了，只有 3.37%、就是。然后它下面其实雅虎 Finance 给的这个 one year target， 就是它的目标价格呢也不一定很准，但是可以看得到，就是 OSH 呢它的未来的营收的率呢可能会更大一些啊，因为它的那个 one year target 6.61基本上是现在的价格的两倍了，对吧？两倍还多。那当然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去做选择，如果说遵照 Mike 或者说是对，主要是 Mike 的想法的话呢，大家去买龙头的话，那肯定是 WPL 是最好的。那除了我们要看这一些比较浅显的一些指标之外呢，我们还需要看一下他们的一个资产负债表是什么样的，然后以便我们对他们的未来做一个更好的预期。那最后呢，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就是 Macquarie Bank 最近出的一个，对他们自己的一个模型的一个调整吧。这个可能大家在别的地方看不到啊。它这里面呢，推荐了一家就是黄金的一个生产商，叫 SAR，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我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个公司有一个比较深的挖掘啊。但它最近的涨势呢也是比较凶猛。那我们像是Macquarie 呢最近也提到的 BHP 啊 Rio Tinto 啊和 FMG 都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那还有呢，它里面就说到像是 WPL 和 BHP 呢，其实是在1990年到1991年的那个大衰退里面啊，其实是表现的要比大盘要好的。所以呢，我不知道这它是不是在暗示啊，投资者是不是要多去配置一些 WPL 和 BHP 呢，去 outperform the market， 就是说，去获得更高的回报率。那它第二段、第三段呢，也说到有一些季节性的影响，那它也会添加了像是 Crown 啊这样子的一个博彩的公司，还有像是 Wesfarmers 这家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集团公司也在它的那个 portfolio 里面。那还有一家呢是 ALL， 这家公司呢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上面说到它是一家线上的一个博彩的一个公司啊。然后 Macquarie Bank 呢在这段话里面也提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对于金融行业来说呢，他们的日子就过得比较惨了，就可能说不会有超过预期或者是达到预期的一个表现。那当然其中呢是它是把 NAV 呢排除在外的，那说明 NAV 呢在这种危机下面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那它也指出了像是 CBA 啊和 Medibank 呢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表现的也是比较好的。
那还有一个呢，他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GNC 那个农业股呢，它也有可能呢去表现的比大盘更好，因为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恢复的情况。因为之前我们可以看到 GNC 的那张图表上，它是从7块多，然后直接是跌到了差不多得有1、2块这个样子。那它在这个时候呢，麦格理银行呢不建议大家去买很多的 health 和 technology 的一个股票因为他们过高的一个估值可能会在 recession 里面呢被更加容易受影响一些这差不多就是他们这个报告的一个总体的情况。那今天的网课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打出来。有客户反映之前有一段没有声音，大家都这样吗？好像上次也发生过。哦，有客户提到 Afterpay 啊，其实 Afterpay 和 Kogan 是我两个比较想跟大家讲的一个产品啊。我们拖个 MACD 出来。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 Afterpay 现在呢，它的其实 MACD 的这个双线正在相交，而且呢，就是它的一个买盘的力量也在衰减。之前的 RSI 呢，也是有过到过80附近之后呢，现在已经回到70了。所以说，它未来从技术上来看啊，有可能是要有一个回调的过程的。这个情况呢，其实跟 Kogan 现在的形势也很像，可以看一下，就是 Kogan 呢是澳洲比较大的一个线上商城。Kogan 今天其实回调的幅度已经比较大了，对吧？那它的 MACD 呢也是正式的有了一个死叉出现，包括它的 RSI 啊也有一个下跌的一个回调的幅度。那我觉得它今天的下跌呢，可能不是一天的事情啊，有可能会经过好几天的回调。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进场的话呢，可以等一下啊，不要这么急。当然，这也是一般性建议。有客户问 EML 这家公司，我不太了解，是打错了吗？还是 EMI？那它是不是不是 ASX 200的公司？哦，Zip 也不是 ASX 200的公司，那不是200的公司，我就没怎么研究啊。CCLH 那个。其实现在购买消费类的公司都是有风险的，像是 A2 啊和 TWE 等等的，它都有可能。对，因为你看，像是这次中国对澳洲加这个大麦的关税啊，其实一点预兆都没有就加了，那很难说它未来会不会对澳洲进口的酒精、酒业，或者说澳洲进口的奶粉去加关税。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就是贝拉美不是被收购了吗？那其实中国它是有澳洲的奶源的，它不一定就是要依靠 A2 或者说
澳洲一些本土的品牌。那在加关税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就像这次的大麦的关税一样。所以这就是一些风险，大家需要去考虑进去。那如果说您现在没有这部分的投资的话呢，你可能可能就是要想好之类的风险吧，或者说，你可以等一下，现在它中澳的关系最后会怎么样？Web 我一直都有啊，我其实到现在也没回本，我跟大家之前说过了，然后。我还是挺看好的，Webjet，对，然后它现在其实从技术面来看，它的一个 MACD 的一个买盘还在，然后呢，这双线呢也没有说要相交，然后它的 RSI 也没有超过80，所以说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吧，也不会说现在就想把它抛掉，这样。传统银行业机构为什么在减仓？对，的确是，像是 ANZ 和 Westpac particular，就是他们会遭到很多机构的抛售。但是 NAB 现在的可能就稍微好一点，但是它的价格也是很低啊，就算是高盛给它的估值也是只有17.5而已啊。我觉得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因为它的利润的下降，然后之后有可能会上调他们银行自己的保证金比例，然后对他们自己的现金流造成一些影响吧。而且好像也没有别的增长前景。就是我上节网课也跟大家说过，就是银行业现在其实都很难，包括澳洲的一些金融行业啊，最近的股价也都是很惨淡的。铁矿股现在好吗？其实我在讲座刚刚开始，网课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一下，其实我觉得铁矿石这些公司呢，大家都是可以去买的，不管是长期持有还是短线现在的情况。当然了，中澳的关系的确是很紧张，这也是大家需要考虑的风险啊。我不能说，中国它一直都会指向澳洲进口，对吧？那如果说巴西之后疫情控制住了，如果中澳关系还是很紧张的话，也的确是有可能去转向。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FMG 和 BHP 和 Rio Tinto 可能还会有一个上涨的态势。澳洲的股市呢，没有走出这个 V 型反转，不像美国的股市这么明显，我们可以看一下就知道了。我们澳洲的股市 ASX 200呢，我觉得更加偏向于 L 型的一个反弹。那美国的话呢，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V 型反转了。看到吗？就是虽然说呢，在这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pick up，但是之后呢，其实这个曲线都是比较 flat 的，就是从这边来看的话，就是一个 V 型，就是一个 L 型。如果说是正儿八经的 V 型的话，那就是跟美国股市一样，就是往这样走的。西泰银行 Westpac 的话呢，其实是四大银行里面表现的不是，表现的比较差的一个，应该是四大银行里面都比较差的一个，银行了。那西泰可能如果说它要恢复起来，会比别的几个银行需要更长的一些时间。Quantas 最近可能不会有什么情况哎，我看了一下他最近有什么新闻吗？对 Quantas
它澳航好像最近涨也涨不上去了，好像就卡在那里了。而 MACD 呢，好像是出现了一个死叉，但是这个死叉不明显。从 RSI 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最近就是一个震荡的走势了。如果说它的价格能有效的突破3.8块这个位置，那它之后呢，可能会越来越接近这个维加斯隧道，然后在那里再次遭遇一个比较强大的阻力。HLS 其实它现在的走势不太好。但是我之前还是挺喜欢这家公司的，因为它是在澳洲有很多的医院嘛，而且它是连锁的医院。但在疫情当中，它的表现没有我想的这么好，这也是一个 miss 的地方。那说明 HLS 它在管理的这个路上，可能还是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那现在这个从图表上的情况来看呢，不是很建议去购买。可以在平台上直接买场内的指数吗？是可以的，对，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ASX 200啊，或者说美国的纳斯达克啊，都是可以直接买的。有客户提到 SBM 最近涨得不错。其实像这种金矿股啊，如果大家觉得黄金会继续涨，那其实可以继续买的，哇，SBM 这是 take off 了呀，这涨的不是一点点，好久没看了，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哇，这翻了1倍哦，涨了接近100%了。那 SBM 的这家公司我不是特别了解，可以在那个 Jackie 做网课的时候问一下他，因为我知道他自己是买了很多的 SBM 的。有客户问怎么判断买点和卖点，在 MACD 和 RSI 两个矛盾的时候怎么选？像是今天好像还没有碰到有两个矛盾的时候。那如果说有产生矛盾的话呢，建议从小级别到大级别这样去看。如果说您是做股票交易，然后看的本来是日线图，对吧？那你可能呢，再去把这个时间线放得更长一点，去看它的周线图。那这个时候两个指标是不是给你同样的答案呢？或者说是？它的一个 K 线的一个走势，你能不能看得出一个比较大的趋势？那再根据这个大的趋势，再切换到小的级别里面去决定。那一般呢，如果说这些指标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冲突呢，我就会切到 week one，或者说是4个小时的图去看它的一个给出的一个建议吧，然后再去做决定。COH 做人工耳蜗的呀，
COH，我今天看到新闻，它是在美国打的一场官司，然后呢，它好像是要赔偿，赔偿几51个 million 还是多少的？对，你可以去看一下 COH 发的那个公告，或者在 news 里面查一下，应该是这件事情，所以说它今天股价下跌了。但是整体的走势来看啊，技术上的图形来看，它没有说就整体的走坏掉啊。那如果说它明天继续跌的话，那可能就有点不太好了。好像也不是一个 ASX 200的公司。我还搜了一下，就是 LLC 对那个 LLC 和 Google 做的一个合约嘛，因为当时也是闹的，也是很大的新闻，就是总计这个合约呢有15个 billion 所以说当时就很好奇，那结果一看呢，其实呢他们这个 contract 要持续15年。但是最快的呢，会从2021年开始做，开始交付这样子，那它这个过程会持续15年，也就是说 LLC 未来15年呢都有这个 Google 这个大客户了。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就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欢迎联系我们的客服小助手，或者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下留言。好，谢谢大家的收听。